我总算是了解啊啦！你把新娘骗去基金会啊，就是为着要控制我。莫讲控制你啦，我是为着要咱的合作较顺利的。我自头到尾拢予你地死死，那有啥物袂放心的？既然是安尼，你就替我看资料就好啊。是无可能啊，所以我是真心希望你会当做伙得到幸福。我答应办哦，嘛是无可能啦。有啥物啊？哎呦，来坐来坐，我来开刀，我来开刀。是啊，我真正挡袂牢啊！是安怎，我因为出门阿姨的死，一直予伊哥吼食死死，红棍仔缀条。哥，我遮即摆还阁有人客，有啥物代志，咱转去再讲。罗董事长。啊，嘉文你好。嗯，嘉文，歹势，阮阁有一挂代志要甲我讲，所以，哦，我了解。啊，那呢，我先来。今日多谢你哦。喂。罗董事长拄则讲，因为村民阿姨的死，还予人食死死，这是啥物意思？是安怎因看到我阁不爱讲啊？啊那安尼，甲罗董事长颔棍啊直条条的人又阁是啥？你予我拜托者，你最近先出国一下好无？安尼哦，我都唔免一直予海虹直条条，我会听伊的话啦。哥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不过这不是最好的办法。只有我继续留在这，去找到海王犯罪证据，才能减轻咱两个人的罪孽，也才会当安慰村民阿姨的在天之灵啊。哥，一个小领来一个啦，等我找到证据，替咱两个人赎罪。好了，我先来走。